昨天早上呢是8:01左右呢，我在这里晾衣服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我家狗呢追着一个梅花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梅花鹿哈，拼命往里面跑，中间持续有个15分钟左右吧。最后呢，我们那个我是追着狗呢，不要伤害那个梅花鹿，但是我们都有这个意识哈，这个野生动物哈，大家都会保护的。